Hi, I'm Katie from the Vice office in Brooklyn. In this episode of Vice International, Vice China takes a visceral trip through mink farms, factories, and the glossy malls that sell them to understand China's obsession with mink coats. For more great documentaries from around the globe, be sure to click the subscribe button below. And now, Vice International presents China's mink coat obsession. 有能拍一下，就是比如说跟您，啊，不要。那个，有谁可以说愿意跟我一起出一下镜的？有吗？有吗？聊聊今天买什么，赶紧的。对，就主要是就看大家都买了什么，就刚买的貂。东北人的图腾是貂，在越来越多段子手的渲染下，貂与金链大哥、巴蒜老妹儿、你瞅啥一起成了紧跟在东北人身后的意象。 而作为一个在哈尔滨长大的典型东北妇女，我长期以来的冬日记忆都是伴随着大街上昂首阔步的雄壮男女、公交车上身边人的貂皮暖和又滑溜溜的触感，还有两名穿貂女互持对方貂皮不值钱、大打出手捋掉头发时的社会新闻。东北人为什么会如此迷恋貂？这一切让我好奇极了。跟随着一辆辆来自东北各地的大巴车，我们来到了东北妇女的卖家同二铺。 作为一个辽宁境内几年前刚通了高速公路的小县城，这里却聚集了几乎全东北对貂皮的狂热。所以呢，我现在就在同二铺的停车场，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身边一辆一辆的排着队大巴车，那车上满满的顾客，然后会迅速的迷失在这样充满国际感的各种各样的地名中，就像香港时代广场这样的名字一样。为了体现这种皮草的可能很奢华的这种气质，然后到处你都可以见到这样很国际化的名字。在哪边找啊？ 你可以看到，就是什么贵族夫人啊，什么第一夫人啊，什么金夫人啊，就可能很多都会以这种体现你夫人啊很贵气的这种命名，就超级多。这边就不光可以买皮草送大米的话，然后他会送你什么万香苹果，报销你的车票啊、火车票啊，然后就你还可以吃肯德基的套餐。 就是这些所有的店铺可能都想竭力的告诉这些顾客，就如果你买了一件貂皮，然后这是一件很贵气的事情。但是可能是因为这里人实在太多了，这里可能还是看起来非常像一个火车站。因为同二铺呢，原来是做皮夹的，它能有今天的发展呢，就我老潘的一半功劳。 让家先人穿上，货真价实的好皮草，是我老潘不变的承诺。买美国保加美极品短毛皮草，还找我金夫人老潘。我是这个老三届毕业生，完了94年我下了自己开的极品皮草，下海，完了一直干到今天。我也考虑保留的，说打造我们中国特色的皮草，由我老潘做到了，中国世界老潘的质量做工版型。 世界排第一位，没有超越我的，可以这么说。这小公主呢？老板，来，我进行照一下，老板，来。这些消费者对我都挺崇拜，因为我自己代言自己企业做生意嘛，满足，我都得满足他们需求，因为他们吧，都因为我是在黑龙江省，任何大的明星没有我这个名气大。 可能就是东北这片，可能就是对这种水貂这种迷恋，可能就是一种就是很疯狂的那种程度。您说说就是？不是，不是疯狂。你问的主题就不对，就是说我们黑龙江啊，地处这个世界看中国，中国看哈尔滨，只要说是寒冷吧，有条件的能买起貂的老百姓的，都是说，买个貂穿上，一呢保暖，第二外观也又用华贵。像我一样的很多东北姑娘都是从小看着金夫人老潘的广告长大的，在跟老潘聊完后。 我顺便在他的皮草广场试了十几件貂，然后我可能就想看一下，比如说今年比较流行什么颜色什么的，对，嗯，哦，这件可以，嗯，这件好看，多少钱？看一下，44,500，那赞，我们是折扣的。在老潘的店里，我们遇见了几个来买貂的东北女孩。 跟他们聊了聊，为什么会对貂皮如此痴迷？女孩很多女孩没有办法去拒绝它这个诱惑，诱惑力太强。再加上我觉得还是那种传统的观念，就哈尔滨的女孩从古到今就是
邻居的穿貂。第一份貂带给我的不仅是美感，就更是那种就是自己经过自己努力，然后成功的拥有了完成了自己小梦想的那种感觉，特别喜欢的。第一次戴在大概攒了多长时间？大概也要5个月左右。就所以说那5个月大概就是怎么？大概就要试图。就是买貂的话，会跟就是跟咱们上一辈比的话，可能观念会有什么不同吗？咱们我觉得上一辈应该更注重保暖，我们就喜欢时装一点的，就是穿上去感觉不像是貂，就像是一件外衣的那种感觉。我们的产品吧，就特别受时尚的女性的喜欢，因为我们家讲的就是时尚。我觉得选择水貂，我觉得是，如果我是消费者，我做了20多年的皮草，我还是特别喜欢它。服装这个事儿，它，你看，每衣食住行是永远也离不开的。我们跟着曹老板来到了他位于同二铺的貂皮制衣厂，看看背后的设计与制衣流程。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今年的新产品啊，从风格呀、颜色呀。各个方面也都不太一样啊。我们这些产品都是原创作品，我们设计师就是意大利的。这个是咱们皮装部的用的这个皮毛一体，这个是来自土耳其，嗯，因为我们做时尚这块呢，就要紧跟着这种流行趋势走，嗯，要走在这个前面，嗯，这样的。因为我们要求的标准特别高，所以他们要非常精细，要是挑选。刀这么快。我就觉得一点也没拉出多的很厉害，然后剩下的就没有用了。那这里每天大概会有50个工人，然后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1点，每天这样大概只能生产出40到50件貂皮大衣，这些大衣可能马上就会出现在旁边附近同二铺的大卖场里。那可能就像这样一张，可以看到它有头有尾吧，这样一张很完整的貂皮。那可能它经过20多道工序之后，可能其中大概有50%的部分，然后就会成为下脚料。有的衣服呢20-30张皮一件，有的小一点的也要10几张20张皮。我从来没想过一件貂要用到这么多张貂皮。为了了解这些貂皮从哪里来，我们来到了中国最大的皮草集散地上村，这里的皮张交易量占到了全国的60%到70%。这边都是各个地穿过各个地方的这个生皮养殖户，这都咱有这个卖皮的批货商，到处卖了以后上这来卖了。就那这个是生皮还是熟皮啊？就这种啊、这都是生皮这个。哦，我能看一下。这都是生皮这个。哇，整个那个皮厚厚的，就还有就是那种很多底下有肌肉油脂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你在摸的还是一个活着的那种小动物，就是其实这种感觉还蛮奇怪的。抬头，你照样的你。这都是我们唐山的特产呐，这是大耗子皮，唐山的大耗子皮。这是大概什么时候杀的？都是现在。哦，就刚。刚刚杀。哦。就是它这个就是杀这个有季节吗？有季节呗。嗯，就这段小雪，就是是不是天越冷最好最好的是对最好的东北皮。哦，东北像那个金河那边那个皮最好的。哦，它接近俄罗斯，直接这个是你上哪边走都是俄罗斯了。哦，哪边皮它现在都是零下，黑的还不是零下20多度。虽然上村仍保留着相当原始的皮草买卖方式，但几年前因极度血腥而在网络上疯传的活取皮方式则早已被淘汰。为了探寻最新的水貂养殖技术，我们来到了位于山东威海市的奥吉利斯养貂厂。这里呢，现在大概有4万只貂，然后大概总价值达到3000万。水貂喜欢跟着东西和声响走，它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它好奇心很强一个生物。你其他动物可能听着声它跑，对，看到人呢可能就远离了，但是它会。
我能试一下。哎，哇！然后现在我身边呢，可能就是这些，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就很好奇、很可爱的一些白貂。那它们现在呢，正在处在换毛期，所以说大概10天之后，可能它们中的就有一部分，然后就要被制成貂皮大衣，然后卖到或者是哈尔滨、俄罗斯，或者是可能其他的一些地方的皮草大卖场。大概就是一只貂，然后可能从它刚出生到它就是取皮这段，大概就是要经过多长时间？通常来讲呢，是7个月。那就是大概取皮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取皮呢，我们大部分是采用的是注射，还有窒息这两种方式。这一套流水线呢，就是我们从丹麦进口回来的一套那个取皮流水线。它这套主要功能是为了我们在国内的皮张的质量以及标准上能够跟达到国际的一个取皮方式和标准。那就所以说这条流水线下来的话，一天就是可以就处理多少张？目前这一条流水线呢，每天日产取皮量大概在3000张左右。3000张？对。接下来还有明年这几条，另外几条流水线也就到位了。那就是大概到位之后，就是预计就是一天的话可以处理多少张？将近一万。最喜欢就是这俩呗，但是都挺有感情的。哎，它怎么长得跟其他貂不太一样？小脸吃食吃，蹭一埋汰。它叫什么呀？我就管叫刺刺。由于饲养员的怜爱而有了名字的几只宠物貂，在自然死亡后，还是会和绝大多数同伴一样，最终成为貂皮产业账簿上的一个数字。没有人会在意哪只貂最后被做成了什么，毕竟对于大多数迷恋貂皮的消费者来说，能披上貂皮贵气十足的上街溜达才是冬天的意义。东北人喜欢貂几乎是无道理，我认为东北人喜欢貂几乎是无道理。